黄凯俊、陈家俊在左边组织攻击。哎，这球有机会，有机会 ，Yeah， 又进球了！这球呢是土耳其的火枪兵，土耳其火枪兵出完了，哇，非常精彩啊！这是走左路，由黄凯俊直接吊中，哎，哇，漂亮，脚背外侧，一个右脚的小挑射，对，脚背。